黑水沟传奇阵亡赴台桌游是一款结合电玩娱乐的原创设计桌游，将影视 IP 黑水沟传奇阵亡赴台的故事及历史事件当作背景，透过玩中学的游戏通关过程，从游戏扮演的角色多面向思考解读，考验玩家的应变战略与决策能力。那我们今天呢来到这个活动现场呢，就是要透过呢影视 IP 去传承台湾的历史、公益、文化、教育意义，结合益智教学、寓教于乐的游戏，然后跨界合作，以 IP 的经营方式去把台湾的原生故事行销到全世界。那希望呢透过这样子日式动漫风，可以跟青年互动，把影视进军到全世界的一个理想跟梦想。为了行销台湾原生故事，影视公司受邀参与历史人物变装秀嘉年华，与民众互动，并以深受年轻人喜爱的日式动漫风跨界合作，将故事角色 IP 化，拉近与民众距离。那我过去因为学生时代就已经在创作原名神话系列，已经很多年时间在深耕研究十六族的一个故事背景。那透过了这次的一个题材故事，更能够看到台湾更多的面向，不管从这个落地台湾的故事，以及如何合作驱赶，以及让这个台湾的能够有今天更好的日子，这个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题材创作。那这次又透过了 IP 化，然后呢影视化，甚至桌游的体验，让更多人民更多的国际的观众都可以来了解这个文化背景的意义。然后也透过授权的部分呢，可以看到未来不只是影视，然后周边产品或者是很多的空间展览都是会陆续会与大家分享，也请大家敬请期待哦。黑水沟传奇2021年获得文化部补助前导片，这款桌游传承了郑成功勇闯黑水沟开台故事，兼具娱乐及教育效果，也激励青年创业者要像先民一样具有勇往直前、冒险泛滥的精神。记者林喜慧台北报道。